王一博说你是他最喜欢的男人。最喜欢啥？最喜欢的男人就是 B-boy， 就是小鸡。他今天这么说了吗？鸡哥，人称火爆哥，霹雳毒鸡。大家好，我是 AC， 来广西柳州，我也喜欢吃螺蛳粉。我的风格吗？独特、细节、层次、音乐，刚中带柔，柔中带骚，骚里面还有一把刀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犀利的小鸡，那就让我多活两集。Don't say so much。我在今天要来海选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到底什么样子才是感觉是我最想要的。本来是要跳作品，但是到场下的时候，我突然间看到了舞台后面不是有那柱子吗？我就想着，我今天不是来跳作品，也不是来过海选的，我今天就是来给你表演的，我演一出戏给你看。火爆 ，What's up？ 霹雳毒鸡 ，AK 火爆。如果你选我的话，我给你战队塞满火药。Don't say so much。你嚼槟榔没事吗？还吐掉。好，音乐。Hi everybody, today we will interview James Brown。Talking all that jazz. 果然是他的风格。你来干嘛？没有，只是看一下啊、嗯，只是看一下。对，只是看一下。啊、想好奇你还好吗？啊，我很好，你好吗？好。对，继续。是我的话，肯定给。别走啊！啊？不要说不给啊！啊，你想去那边啊？没有。我都说我要塞满火药了，你忘记了？就先不说招，就是太会玩音乐了。然后就是那个点，我会很喜欢这种氛围，这种气氛。哦，当然要给了。啊？你去那边还是去我这边啊？我把你打那边。哦，这样，哎。看我们赢定了，有我太强了，东北风啊！我觉得像小鸡这种 B-boy 就很少，太会想了。我觉得也可能他是 freestyle 的，你像那些现场的场所啊，可能在编排这段舞之前，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。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招，但是我觉得够了。小鸡，叫你呢。啊 ？Don't say so much， 依我敬。等一下，中间靠我来，非常厉害。小鸡我觉得特别有趣，但我觉得我接到dancer 们也不缺这种人才，我很有信心。OK， 下一位。小白，第一季人气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B-boy 小白。第一次淘汰有遗憾，下一届这就是街舞，我们一定会回来，到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对。
应该是什么 ？Be Urban。从第一季、第二季，每一期，我都重复、重复、重复的都在看。对，然后就每次看的话，手心都会出汗，你知道吗？都想啊，我要在的话就好了，哇，我要在的话就好了，所以还是想回来。加油！原来出来都是 B boy， 然后这次又融合 urban， 对，就整个人转变，舞蹈风格已经变了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真的很有技术啊，自己感觉啊，小白老师特别聪明，因为他作为 B-boy， 他会去用一些 urban， 然后编排 dancer 的东西去尝试去做变化，这个是他很厉害的地方。 OK， 下一位，老陈。我觉得大婷跳 hiphop 这个舞种在中国很强的，比如说这是一个金字塔，大婷在塔尖上肯定有她的位置。这个厉害了，肯定进了，肯定进了。这个就是熟人了。Hello， 嘎儿，我是杨雨婷的 Ting， 然后来自云南。王嘉尔是我的首选，我很想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我。大婷，我了解她。尽量把他所有的东西擦掉，我只看你今天。三、二、一。我觉得你就看我跳怎么样，你觉得能过你就给我过，如果你觉得不 OK， 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。有时候就是不用说话就很懂了，这个上没话好说。
大婷今天的那个状态 OK 的，我觉得后面 battle 的话我是特别相信他的。虽然练习生的时候有跳很多urban，但是我更钟爱的可能就是 hip hop locking 比较 old school 的一些东西。对，老师好，我叫陈醉，来自安徽，然后我是一名 hip hop dancer。 猴子是一名 locker。 今天小李老师要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好，很明显基本功扎实有力量，而且他编排的那一套东西也是比较新颖的。我觉得拉克是最需要表演力，就是表情啪啪啪，就是这种感觉一定要有的。同时你如果招狠的话再加上表情的就更完美了。不疼吗？疼哦。人家酷。觉得好就直接给。OK， 下一位啊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我叫杨文涛，涛涛，这是我爱人，我叫 CC。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夫妻双煞，每一次两个人合作都挺棒的，默契度非常高，《神雕侠侣》。哦，这个开始的动作就太精密了。哦很默契的。编得很棒哎，哇，很炸哎，很有力量哎，哦，但是我毛巾次数不多了耶。但两个毛巾给出去，他这压力会，他会压力很大。还剩多少条？应该也不多，后面还有那么多人嘞，十条不到吧。我还有几条啊？我还有几条？我一共加你身上这个，我还有三条毛巾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先暂停一下。加我身上就三条了啊？加我身上就三条了。来，我从头给你顺啊。不会给两条吧？那就没毛巾了，再给两条。他在那里纠结，我觉得应该会给一个，因为现在编舞室也不多，选的。啊好。嗯。刚才算了一下，我毛巾的数量不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我可能先选一位，
Urban 的话，我觉得表现力、表演力要更多一些，尤其是表情。但是这里的话，我可能他的表情会更丰富一些。对。之后抢毛巾，抢到了之后，我们再拉回来，好不好？我先给，谢谢。现在是喜忧参半，毕竟我还是没有过嘛。那其实作为我老公的私心来说，其实我还是希望帮西西去争取这一条毛巾的。如果之后有争夺毛巾的战斗的话，反正为爱而战，我要为人生拼了。对，就是像三十个人就是两条的时候，我还挺迷茫的。我怕讲出去之后，选手们会有压力，会紧张，或者是放弃，怎么样都有可能。两位队长，请注意。竹子广场毛巾争夺战正式开始。好，在开始之前呢，我可能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现在这个毛巾的数量已经严重不够了，所以我可能想带着大家一起去抢几条毛巾回来。我当然就剩两条，如果 battle 能赢的话就有三条了，对于三十个人来说我觉得是够用的。哇，又要来了，太棒了太棒了，神仙抢毛巾了，加油抢毛巾。这个毛巾就肯定会拼命去抢，去赢得这次比赛的胜利。